这个找了一个这个最高的一个帖子啊，1.5万个心，哈哈。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却帮我在西安买了套房，这是什么的？这是后爹啊，写这个帖子叫海豚大小姐啊。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帖子的内容，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这种感情啊。他说中秋节放假回家，看到我妈和老师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温馨的像一幅画。他俩虽是半路夫妻，但相濡以沫也快20年了。老师是个实打实的实在人，和我妈结婚后银行卡全部上交，年轻时候工资啊一分不少都给我妈管，退休了以后啊退休金也是一分不落全在我妈卡里。用我妈的话就是说，啥也不求的一个人，只要有个家有口饭吃就行。前几年我妈退休了，找了份保洁的工作，需要每天早晨早起，但通常我妈都是睡到8点才去，去了只负责倒倒垃圾，因为老实啊早早的就去把它打扫干净了。一份月薪的只有1500，两个人就这么乐呵呵的搭配着干，打发着退休后的闲暇时光。从认识老师开始，他就对我特别的大方，高中时候书包破了一个洞，我觉得都没啥，他非得要我给买个新的，是吧？一个女孩子背着个破书包让人笑话。2016年我动了在西安买房的念头，但是钱不够，于是我跟我妈就说了我的想法啊，虽然家里的存款钱有我妈掌管的，但也有老师的份儿，自作主张拿来给女儿买房，我妈有点为难啊，只能是嘴上劝我抓紧找个合适的人结婚，稳定下来就行。所以说这个通话刚过了一会儿，我妈又打来了，她那头这个激动地说，你师叔刚说了，一个女孩子在漂泊这么多年没有房子住不行，那肯定得买啊！我知道我妈激动的不是老师愿意给我买房，而是生活了快20年，她还是能不断的发现这个朴实男人的闪光点啊！就这样在他俩的帮衬下，我成功的凑齐了首付，顺利的赶上了西安楼市白菜价的末班车。如果说我和老石亲如父女有些刻意，毕竟他和我妈在一起那年我已经是青春少女了啊。他为人正直，三观很正，很多时候我不想和我妈说话啊，在我妈那得不到理解，她总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让我醍醐灌顶。毕业这些年我也赚了钱，陆陆续续给家里换了很多家电，从防盗门到指纹锁到全自动洗衣机，偶尔也会的给他报个泰国团出去转一转玩一玩，只是希望他们晚年过得安逸一些。偶尔家庭聚会酒过三巡，老师也会满脸微醺的跟我妈和舅舅们说，咱们这一大家人能走到一起真是缘分，但只有我清楚，是爱而不是血缘关系让我们成了一家人。他感谢我们给他一个家，我也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家，这世间所有的爱都在默默的相互成全啊。后面有一个这个追溯啊，就是又追溯了一下，又附加了一点，说老师也有儿子啊，这个哥哥都40岁了，只是还没结婚，房子大概10年前就给他买好了啊，全款的，银行卡呢上交给我妈，而只是由我妈保管而已，家里哪里要钱花在哪里并不是老实没有支配权，他们两个花钱都会商量的。前几年我哥创业打电话急需用钱，我妈接电话后第一时间就去银行给他做了汇款，两个孩子他们一直平等对待，没有人们常想的那些个矛盾。兄弟们朋友们，像这么好的这个家庭不好找啊，啊真的不好找。我看我直播间的朋友们说的是啥啊，
这样的继父不多了啊。月下就是饮水，饮水就是月下啊。这个我说我个人的感受呢，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，就是，它是个什么事儿呢？它是一个啊，我说这个人的这种特性，人有动物性、强盗性，人有交易性，人嘛，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交易，你增值我也增值，人还有神性，知道吧？我说实话，我做不到这一点的，是吧？因此呢，我没办法这个进行二婚，朋友们，是吧？除非和菩萨结婚，是吧？菩萨就天天又送我美貌，又送我金钱，可惜我连做这样的梦我都不做，是吧？我对此毫不感兴趣。啊，一个大哥到一个家庭来，像个倒插门一样，银行卡都上交了。然后呢，就觉得这个啊，这个我们一边看到的呢是超越宗教的婚姻，这真的非常美好，但它也非常的危险，朋友们。就是他完全的把这个全身心的奉献到这里来，他会不会有一天就觉得他上当受骗呢？比如说你真心真意的，你永远不觉得后悔啊？这个，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吧。反正人是极其复杂，我们不能追求一面，我们还是要人变得成熟一点，理性一点，是吧？我们有很多切片。很多的骗，你比如说这个朋友问我平时上工资上交吗？我这辈子都上交，但是也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真的非常。我们夫妻两个是亲夫妻啊，不是二婚的，是一婚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会发现，我会跟我的太太慢慢在训练，就是你要给我一定的支配权啊。如果一点这样的都没有，我这个人就被矮化了，被收缩，被压缩，我人都消失了，是吧？就是夫妻两个人还是两个人呢，他有的时候像那个邪恶之徒，在那里有生活的区域，有时候像欲望婴儿啊，又顽皮的孩童，在这里生活有个区域，他有一个区域呢是像神一样，哎呦喂，完全的奉献，哎呦，也都不知道奉献给谁，说夫妻两个人拼命奉献给谁也搞不清楚吧。但是还有一个区域，就是博弈的一个区域，这个博弈的区域已经，它反正有它美好的东西吧，是吧？我说的博弈的区域不是指吵架呀，就是博弈嘛，阿尔法狗阿尔法猿嘛，啊，就是那个逻辑不自洽嘛，就是你指出它的逻辑不自洽，因为你实在是看不到了，你寻求帮助，要别人批驳你，它也需要你的逻辑不自洽。反正就是到后期，我现在我的都这个样，我终于获得到一点点的金财富支配权，一丝丝一丢丢啊！但是我觉得这个进步也很大，对我们的关系是一种触动啊！终于从那个强盗层面啊，从这个婴儿的欲望层面。啊，全能的神的层面啊，终于有一点人的博弈的这样一个东西啊，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请给我一个我自己的一个、啊、自主的一个啊，这个支配财富的这个啊的这个空间，其实都支配给我老爹，也就是给他买条烟抽啊什么的。啊，还有我特别看重的一些个小孩子给发个红包什么的，啊，我不需要这些，我不需要再什么商量了，是吧？因为商量就生气就吵架，你知道吗？我做不到，这里面说的像这么神一样的生活，真的做不到，我也永远不会二婚的，这个太可怕了。呵呵，但是我不是批评人家，我赞美人家，我做不到，我不批评人家干啥啊？
就我担心像这个大哥这样子，不是说你什么，他觉得你不是个你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是做不到吧。有机会再慢慢谈。